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走，走，感冒好了吗？老弟，喂，看到不告来了？不告来？原来你约会的对象是山菜呢。嗯，海大早上才回来，对不对？什么？说真的啊？什么怎么样啊？别装傻了，就是那个怎么样？什么那个？哎呦，就昨天晚上啊。就折腾到天亮吗？折腾到天亮，一整个晚上。那在哪里啊？楼梯间啊。在楼梯间折腾到天亮，这么激烈啊？还好了，也不是很激烈啊。原来你这么有创意哦。我输了。阿四，一直把你当傻瓜，是我不好。不愧是我们 F4 的领袖。聊一下细节嘛。这样子是不是太多了一点？不会，那么说忘记了讲嘛。坐哪里？去。哎，我们坐那边。Baby the face I can't forget。叽哩啦啦啦啦啦啦。你脸红什么？还去打招呼？对呀、啊。快去啦！嗯。我要去上课了。哎，不要这样子嘛。She maybe 喂，又不是小孩子，只不过一起过了夜而已。我已经上课了。哦，你们是高中生在谈恋爱哦？好浪漫哦，三彩。你干嘛那么害羞？每周还为你唱歌，没想到酷酷每周唱歌这么好听。哇，三彩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走走走，我们去吃饭了。你好幸运啊！哇，你是我们的校花哎、欸！真的，你看大家在看我，你是我们的荣耀哎、欸！嗯，以后我们一定要三个人常常来这边吃饭哦，好不好？干脆我们就功德三姐妹算了。三菜念在这里啊？李真，念来干嘛？你也想巴结三菜啊？我告诉你，你休想！三菜现在是道明寺的女朋友，跟你的身份地位是不同的。是哦，是嘛？三菜啊，她现在是我们这一国的，而且我们是英德三姐妹呢。你还是滚滚吧！哎，不要这样子嘛。李真她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啊，可是当初你会被贴红纸条，还不是被她害的？就是嘛，而且当初她连帮都没帮你一下哎。嗯，你们也没有啊。我们，哎呦，你还不是因为这样才跟道明寺不打不相识啊，对不对？对啊，我们现在都是很好朋友了。那这样好了，我们晚上请你们去跳舞好不好？
进去一起跳舞。啊，不用了，谢谢，我们坐在这边就好了。嗯，好。这边，他们去跳舞呢，坐在这边好无聊。对啊对啊，我又不会跳舞。哎呦，小丑了，会不会跳舞根本不是重点嘛。对啊，重点是我们要站在光梯底下，让所有仰慕我们的人看我们身上穿的名牌，还有我们火辣辣身材啊，这些我都没有啊，这样才能衬托我们。啊？哦，没有啊。没有啊，这是我最喜欢歌啊，宝宝，你这不跳吗？真的走啦，谢谢，好的，那我们去啊。不要流出来的时候，如果能倒立起来，这样用大家流出来的泪就流不出来了。等一下，马上回来。嗨。嘿。你为什么要倒立？啊？你为什么要倒立？我为什么要倒立？天天倒立就会拘了微笑嘴。哦，那你跟我朋友不一样。啊？你刚才说什么？没事，谢谢。跳得好累。对啊，好热哦。现在你刚去哪啦？哦，没有啊。哎，我们不要再跳了，我们玩游戏。好啊好啊，我把所有的人带过来。OK OK。哎，你们。还跟三菜，然后这个是李森，剪刀石头布，好，欢迎回来，惩罚，真心话大冒险，大冒险，大冒险，是不是？嗯，好，那你去隔壁那桌，把你的选料内衣秀给他们看。是啊，可以的，可以的，走走，好了好了，我去，我去。再来再来，好吧。剪刀石头布，好啊，我猜对了。要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嗯，真心话好了。好，你一个月有多少零用钱？3000块。好，骗人啊！骗人，那就二手了。开玩笑，真心话，你看不够提的，骗人。三好三好三好人要喝酒，喝酒。现在要喝啊？当然了，你骗人嘛。快点快点，那没问题了。剪刀石头布，好，没错。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选大冒险。大冒险是不是？好，那你把你今天穿的内裤颜色秀给大家看。什么不行？不行的话就要罚酒。来，喝酒，干杯！喝酒，喝酒，喝酒！干杯，干杯，快点！先送你真回家好不好？可是我要送你回家哎、欸。我没有关系啦，你看他叫你，不然说你先送他回家啦。真的吗？嗯，你真的没事哦。对啊。你怎么不管了？好吧。So anyway， 哈哈哈哈哈。哎，好热，很臭。起床，早上起床，我竟然没掉了筷子耶！哎，你看那八千里的好像道明寺哦，也许真的是道明寺。怎么可能？八千里很穷哎！啊，走走走，我们去找彩票。走啊！Hello， 星星啊，人家还带羊了。你的朋友呢？要不要帮你叫车？哎嘿，那你记不记得你家到底住在哪里啊？发生什么事吧？怎么办？你一个学生，整晚又不回家，满身酒气，你真是太不自爱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在干嘛？中午才上学，混呢？干你什么事啊？我……哎，你在这边？该不是在等我吧？你白痴啊，怎么可能？我是要去餐厅，正好经过这边而已，好不好？餐厅不是在反方向吗？啰嗦，我喜欢绕路不行哦。要跳病雨吗？是雨病啦。你，你要干嘛？我才问你干嘛，反应那么大，你这边怎么红红的？被我妈打的。你妈？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有回。没回什么？没回他电话，所以他就打我啊。就这样，你妈就把你打成这样？嗯，因为你知道我妈她很暴力嘛，她也常打我爸啊。你妈跟你蛮像的。谁跟她像啊？走啦。去哪里啊？去吃饭。你也点太多了吧？我们才几个人，哪吃得完啊？你看你这几天求出来的东西，这么少，多吃一点啊。还有，到门口，你在这儿吗？
我自己付就好。你想让我丢脸啊，平安？在我受的教育里面，可没有让女人付钱这一项。吃啊，怎么不吃？多吃一点。谢谢。快吃快吃。啊，这边都要吃完了，赶快赶快先吃。吃多点，这边还有鸡肉。哎，我是要给他吃，又不是叫人家吃，人家这么多干嘛？三。赶快吃啊！怎么都不吃啊？嗯，这脸还在痛，我帮你叫比较好咬的。哎，不用了啦，我只是不太饿。不过也给我多吃一点啊。好温柔呢，三菜，我告诉你哦，我可从来没看过这样的道明寺会把别人当一回事呢。嗯，不过你可也要小心哦，他占有欲也很强，如果你跟除了我们之外的男人说话，他可能把你跟那个奸夫都宰了。有那么严重吗？啊，万一今天早上的事被发现了，不但会被道明寺杀了，而且这样我一定又会重回被欺负的那种日子。我才不要这样子。干嘛？哦，没有，我想去上一下厕所。好险，应该没有被发现吧？既然不可能再遇到那个外国人，那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当作永远没有发生过的秘密吧。醒来的时候虽然只有穿内衣，但我想应该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吧。照理说第一次应该会有感觉啊。哦，我好像又想上厕所嘞。三菜，你拉肚子啊？在女生前面干嘛？没有啦，我一定要女生厕所问在男生厕所旁边的历史的背景。没事没事啊。男生厕所？那有男生厕所？哦，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撞我干嘛？你怎么在里面那么久啊？哎，你都先不要走了。那你也走吧，我也要走了，再见。哎，你要去哪里啊？哦，我有急事要先走啦。哦。对不起，我们再走一遍，拜拜。嘿嘿，现在。嘿嘿。你干什么啦？什么在干嘛？我们都已经。啊！嘿，现在你也讲得太大声了吧？我就是要叫那么大声，怎么样？你有没有水准啊？趁人家喝醉，把人家带到宾馆去。我又不知道你家在哪。我当然只能把你带到宾馆去了。那你有没有对我怎么样？有啊，有帮你把衣服脱下来了。啊！你
干嘛打我？你干嘛脱我衣服啊？不要脸！哈，因为昨天醉得一塌糊涂，还吐的全身都是，又脏又臭，我总要帮你清理一下，你才能睡吧？那我不是被你看光了？没有啦，我是叫女饭店服务生帮你拖的啦，帮你清理的。真的吗？真的。那你今天还来干嘛？我是来换你身份证的。身份证？你干嘛拿我身份证啊？因为昨天在宾馆 check-in 的时候需要登记身份证，登记完之后我就忘了把身份证放回去。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咯？当然咯。哇，太棒了。太太，不过你可也要小心哦，他占有欲也很强，如果你跟除了我们之外的男人说话，他可能把你跟那个奸夫都宰了。这老外是干什么的？他只是来问路的。问路需要握手哦？握手只是道谢嘛，谢谢谢谢。手给我放开！你们有一种烂借口可以骗了本少爷我吗？开什么玩笑啊！哎 ，Ich bin gerade aus Deutschland angekommen. Ich kenne mich hier nicht aus. Wissen Sie wo ein billiges Hotel ist？ 这老外反应还真快，道明寺一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Ich billiger Hotel, ich weiß nicht, aber kann ich wählen die besten Hotel。好厉害哦，道明寺，你在说什么啊？德文呢？德文？你会说德文？怎么那么厉害啊？当然了，我小学是在瑞士念的，而且那边是受私语教育。身为道明寺财团继承人的我，至少也要会说五国语言啊。第一次对你产生尊敬的感觉。现在才知道我是这么有 sense 的人啊。是 sense。说五国语言，英文还赖成这样。哎，你还会说哪几国语言啊？说来听听看啊。先来个意大利文好了。Sono poco più italiano。哇，好厉害哦！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只会一点点意大利文。那你还会说什么？说一句来听听看啊。法文好了。La sausage molongo ho mostica。哎，那句法文是什么意思啊？法文是我觉得最罗曼蒂克的。哇，好厉害哦！怎么样，现在对我刮目相看了吧？是刮目相看吧？中文也这么烂。哎，司老外，你去哪里啊？司老外，哎，你去哪里啊？干嘛啦？人家问我要路，当然就走了。你叫人家回来干嘛啦？你为什么喜欢到处跟人家搭讪呢？而且还一副很亲切的样子，你是怎样啊？我哪有啊？来就是啊。那就算有又怎么样？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我们又没有在交往。没有在交往。道明寺，真是奇怪的人，害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亏心事。把我自己最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欺负自己。哎，西门啊，我家就有高级的发型设计师，干嘛大老远跑来这边呢？那当然是因为被他剪得好，我才会来啊。少来了，我们还不了吗？还不是因为你想把那个五号妹妹才跑过来这里剪头发？那就要靠你了，贝拉。你靠贝拉也没用，你都来了半天了，人家都没理你。这你就不了解了，女人嘛，总是口是心非的。越是清纯的女人，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越是不会表现出她的爱意。你们是说，通常女生嘴巴不承认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喜欢对方的？
酸菜就是这种人。我有说酸菜吗？仰慕者的情书还拿出来？才不是呢，你先看再说嘛。啊，这是什么？怎么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啊，我刚出门的时候在信箱里就看到了。我想啊，一定是有人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替天行道吧。有好戏看 ，Showtime。宾馆的酸菜吗？还跟外国人啊？外面商店啊？怎么搞的？哇！就说嘛，哇！看不出来。酸菜，赶快回家，不要上课了。为什么？万一道明寺找你麻烦怎么办？道明寺他干嘛找我麻烦啊？你不知道照片已经在公布栏上了吗？照片。什么照片啊？哎，这不是山菜吗？怎么会有这种照片？装模作样才注意不像道明寺女朋友的架子。道明寺，我知道，都跟他说了。知道了，一定会被贴红标的。你干嘛贴了？道明寺，明天就开始吧。这不是很好玩吗？又可以开始玩游戏喽。会觉得心痛呢？我明明就最讨厌那家伙，要不是他莫名其妙跟我约什么会，人家也不会以为我们在交往，都是他的错。可是我又不想看到他难过的样子，不行，明天一定要去。如果不去的话，就好像我做错事一样。嗯，一定要去，一定不会被打倒的。那么美丽的早晨，只有我一个人像要进刑场的犯人一样。加油，我一定可以撑得过去的。奇怪，他们怎么都没有动作？拼上了他骑的东西，本少爷高兴让他，你想怎么样？你这些为什么那么过分呢、啊？金山怎么车祸我？他在危险啊！他车祸我，都放了！他车祸我，都放开！走了，太危险了！宝贝，现在危险了！宝贝，你不要管，危险！放开我！你在干什么？
干活了。周明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珊珊她背叛了你，你看这些照片，他们只不过是来帮你出气罢了。你看这些照片呢，看到没有？他们多亲热啊，还上了宾馆呢。我们都被他骗了，你知不知道？千惠，又是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还想赖我头上啊？早就跟你说过，她是一个坏女孩吧？你说谎！大明寺，别人怎么想没有关系，只要你相信我就好。那只是误会，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你不可以不相信我。大明寺，你别再给她骗了，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博取你的同情而已。你仔细看看这张照片，这些照片看到没有？这是老外，你看过吗？他们如果没有真的上了宾馆，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照片？你看清楚一点，别再被他骗了，我可是为了你好。三菜，你背叛我。被抛弃了吧？好、啊，来啦来啦！这混蛋，倒车还我！珊珊危险了！倒车还我！珊珊不要去啊！是伤，待会伯母问怎么办啊？我头发这样盖着还看得出来啊？嗯，那就只好尽量躲喽，不要被我妈看到了。警卫养的狗，身材来不及闪避，车头一弯就来不及刹车，就撞到树，撞到树，对，所以就受伤了。那树有没有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样。哎呦，好险啊！我就怕他们学校又要我赔那棵树，我怎么赔得起那棵树啊？哎，珊珊，对不起，妈妈也是很担心你啊。来来来，你坐下，妈妈去拿急救箱哦，把你这样药擦一擦，就很快就好哦。啊，不然这样子哦，哎，很难看呢。哎，真是的，哎呦，一天到晚为了狗啊，做一堆事情啊，狗狗狗，啊自己哦，哎呀，流浪狗居然不承认自己变流浪女的，还在那边，哎，珊珊啊，哎呦，你真是的，以后一定要小心呐、啊、哈、哦嗯，哎，应该记得脸哦，是女孩子很重要的地方啦、啊，哎，用碘酒，用碘酒。李真哈、哦，谢谢你哦，嗯、多照顾我们家珊珊哈、哦，拜托拜托啦哈、哦。啊、你知道我们家珊珊跟道明寺公子谈恋爱的事情吗？哎呦，啊，你要多帮忙，在学校多制造他们的机会，制造他跟道明寺公子那个不要再受伤的事情了哈。啊，擦一下，哎呦，哎，会痛，会痛才会好哈，不要怕、oh. 啊，会痛才会好啦，啊，不痛啊怎么好？一定要忍耐啦。哎呦，真是的。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喂，阿四，你还要喝多久啊？我们觉得好无聊哦，这里蚊子又多，又没有妹妹，一点搞头都没有。我们是那种会来这里喝酒的人。失恋的人就要搞这一套，坐在河堤上吹着冷风，喝着闷酒，然后眼睛看着远方，突然喝一口酒，最好背后再传来一阵悲伤的音乐，好像不这样子就表现不出失恋的痛苦。不然你看那边，哎，你没说我没看到哎。哎，爱情害人不浅哦。阿四好像真的喝多了，照这样下去，我怕会没完没了哦。嗯，那怎么办？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多灌他两瓶，把他灌醉。那就只有用第二个方法啦，我们用酒瓶把他敲昏，一样摆平他，省得大家这边没气氛，硬装凄凉。那你动手还是我动手？当然是你啊，我从来没打过自己人。难道我有吗？如果阿四明天找我算账怎么办？那大家一起动手，你不吃亏，我也不吃亏。好。阿四呢？两瓶都喝完了。一双迷人的眼睛，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赵美四，你还好吧？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又要给你灌。可是你这样，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背叛我？为什么你这么狠心？而我对你的心也直接捏碎。如果践踏我的自尊是你的目的，你达到了，为什么你可以睁着眼睛说让我相信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不是，能够在这么近的距离看着你，我觉得好幸福。这种曾经在梦里才有的幸福，现在却感觉这么真实。你一定不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真的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因为你醒来的时候，也许这一切都要结束，也就是我要把这一切隐藏起来的时候。你醒过来了，我帮你拿水。不必，谢谢阿姨。这里是饭店啊。饭店？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带你来的，因为你说你不想回家。现在几点？
早上九点多。九点？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是因为照片的事情吗？不要你管，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知道吗？你刚才吻过我。所以我知道了，你刚才虽然吻了我，但是在你眼中看到的是三菜，却不是我。但是我并不介意，因为我看得出你的痛苦。我真愚蠢，我居然自找羞辱。但是我并不怪你，因为我知道，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论他怎么对你，你只记得他的美，跟他的好。那时在你眼中根本看不到别人了，单单只有他一个，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大明寺，别人怎么想没有关系，只要你相信我就好。那只是误会，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你不可以不相信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减少你对他一丝一毫的爱，我也跟你一样。大明寺。开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做得到，我一样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像他一样大声说话，大步走，我装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坚强模样。只要你喜欢，我可以为你改变任何的事情，为你改变任何的一切。三菜和你是不一样的女孩子，你再继续说下去，我对你不客气。还有，今天的事不准再提起。哇靠，这十三八还能反击哦，那你也藏那么多体力啊。我哪会输给你们这些弱不禁风的大少爷啊。我告诉你们，你们拳头以外才行。你们这些人，我干，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